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稳定甲咱大家三甲地带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提摩太前书》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。我去马其顿的时，捌劝恁犹原带以弗所，互你通吩咐阮的人，无得传别科的教，也无得爱听无影食的话，甲无恭敬的族谱。凡那即号是生出辩论，毋是乎上帝伫神所安排得着正。若是改变的宗旨是仁爱，即、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，甲无通遮蔽的良心，甲无假的信生出。保罗伫提摩太相信基督了后，拄着伊，接受伊正做家己事工的助手。提摩太前书是保罗甲提摩太同行世界传道。当因伫以弗所一段时间了后，保罗要前往马其顿，然后将提摩太留伫以弗所的所在来牧养教会。当时也已经有异端侵入伫教会中间，引起彼此的争论。保罗因为安尼写批给提摩太，一方面爱伊设法停止假教师传无正确的教义，因为因爱辩论，到最后只有会迷失伫虚无的谈论中，却未当帮助人了解上帝的计划。另外一方面，是勉励提摩太爱激发信徒的疼，这个疼是对清气的良心、甲无通遮蔽的良心、甲无假的信所生出的。换一句话讲，保罗提醒并且勉励提摩太。做一个教会领导者，一方面消极来防止假教师伫教会传播异端的影响力；另外一方面，佫爱较积极来培养信徒的德行，互因会当成做有力的见证。即种出对真诚的听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事，但是上帝所爱咱传的。今仔日的教会有同款的处境。面对无同款的议题，又无同款的诠释，总是往往是言语真来的辩论。有当时是每一刀拢见着骨，一点啊也无留情，予人对辩论也是对话中体会袂着痛。佫较凄惨的是，有当时讲甲一句一句拢是痛，总是予人一个看就知，这是真虚假的痛。因为体会不到是对纯洁的心、无假的信所讲出来的话，这款的讲话只有是反效果那点，并无法度通去说服人，嘛无法度通去见证上帝的听。使徒保罗所讲的听是：仁爱是够宽容、慈悲；仁爱是无怨妒；仁爱是无夸口、无偏碰、无行见效的事。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无快受气，无记得人的歹，无欢喜不义，是甲真理三甲欢喜。凡事忍受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吞忍。今仔日的社会，人甲人中间有真大的疏离感，就是因为感受袂到彼此真诚的关怀，人甲人中间欠缺信任。因为安尼，每一个人。拢起骨来道墙，也亲像地骨来面躯，将家己隔离起来，甚至伫家己的厝嘛同款，想要打破这款真冰冷的关系，予咱爱做伙来学习，对纯洁的心、清白的良知、甲纯全的信心所产生的疼，来甲咱周围的人互动。建立关系，请咱三个彼得，大观念的上帝，恳求你变化阮的心，予阮对别人的苦难有同情、有怜悯，予阮对别人的才华甲成功会欣赏、会祝福，予阮所讲出的话，拢是对阮心中的真实的疼。阮安尼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